满意的答复。那我想大家都很辛苦，过了十几个、十七个、快二十个无眠的晚上。那我有时候这首歌来献给大家。
那我想跟这次的感觉非常像，我们之中我们的国家有些人呢，为了可能为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对大陆那边啊开放了一些东西，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我们这样做是不是会失去一些我们所有的拥有的东西呢？会不会我们的文化或什么，我们的文化或者我们原本的经济命脉就这样子被摧毁、被侵入呢？那用这首歌来献给大家。
奏折之手的表演，他们下面还有一首歌，那他们等一下可能要换个乐器。那我自己是非常喜欢鹿港小镇，我也觉得这首歌跟现在的反服贸很有连结。如果哪一天我们只追求经济发展，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的时候，我们的家乡还会剩下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是我真的还蛮害怕我们的家乡穷得只剩下钱，没有民主，没有自由，大家不会有幸福快乐的生活，大家有的只有钱，而且那些钱可能是分。